好，大家早。感谢神，今天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请大家安静自己的心，我们用诗篇第三十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聆讯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魂、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我们现在用诗篇第63篇来做我们的回应祷告。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也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多年前，一位弟兄分享，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里有从各个国家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一起唱《有父的确据》这首诗歌。那时有用英文唱的，有用德语唱的，有用西班牙语唱的，还有用韩国话唱的。他就是用国语唱。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却是宣扬同一个信息，唱同一首诗歌，赞美救主。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位都蒙了主的救赎，宝血洗净，圣灵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今我属耶稣，耶稣也属我，这是我的信息，也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的诗歌。也是我们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唱《有福的确据》。用生命充
是的，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没有人听得见我们的歌声，但是神听见，天使也听见我们的赞美之声。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我的赞美上达天庭。我们的诗歌，赞美我们的救主，昼夜唱和。来呀、啊，我们要向神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万古磐石为我开。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称身在主怀，引领去江山之心，你是流出水与血。当中一世我退过，最心最全解的脱，纵然勤劳不罢休，一路荣耀主要求，纵然是Thank you.
是我的万古磐石，藏身之处，我永远的依靠。我们越认识主，越经历主，越认识世人，越认识自己，我们就会越发深刻地体会一个真相，那就是无人可与主相比。无论是古往今来的圣贤、英雄、伟人，还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都无法与主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侧面去看，主耶稣都更胜一筹，甚至有天壤之别。这正如诗篇四十五篇所说的，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也正如雅歌中描述的，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因此我们也说，耶稣，你的名何其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我们爱你。你的名远超万民，你的爱远超人世所有，我们何其有幸，竟然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竟然和你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我爱这名。Thank you.
亲爱的主，我们爱你，我们羡慕你，我们也深愿像你。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但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也被称作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更新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这是我们的祷告。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我内心想。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来聚集，感谢神。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如何啊，让我们按着信心来过每天的生活。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当中，我们更加的需要用信心来仰望神。这个信心仰望神不是只是在眼前的事情，你周围你身边有好多的事情发生，也需要用信心来面对。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清晨是我们的主的日子。是的，我们愿意向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人是何等不配，主啊，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你自己那里有赦免之恩，
你的圣灵也天天的随时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仰望你，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我们就看到 你的恩手一直扶持我们、你没有离开我们。我们谢谢主，主要教导我们信仰不是为我们自己，教导我们信仰是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自己的名，也为你自己而活。我们就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你的道，帮助我们讲道的人，让我们所传的道就是上帝的道，让人听到不以为是人的道，来以为是神的道。主啊，你帮助我们，愿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改变，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看到永恒的国度是何等的荣美，跟随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福分，也很真实的在这个世界跟随你是何等的宝贝。谢谢恩主，就把今天的时间完完全全仰望在你的手中，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嗯，今天我上次讲过，我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少讲这个旧约的那个圣经，我这几次我都尽量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些旧约的圣经。那么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三个金钱的勇士，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6-18节、但是我们等一下具体看的时候，我们还要多看一些的经文。但以理书我们都很非常熟悉，我们通常只是想到这个但以理本人他有非常伟大的事迹非常信心祷告的人，他是非常有智慧来管理整个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别的，不是以色列国，不是犹大国，那是在但以理在这巴比伦以及马代波斯的国家你看是神所使用的人。但是但以理书里面另外的三个人就是跟但以理一同的被掳带到这巴比伦的这三个人，我们今天很简单讲他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思想里面很非常重要的真理。好，我们先看这三节的经文，是我们这三个人的重点你看如果你可以跟我读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盖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等一下我们就解释是什么事情。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计划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今天我们这三节圣经就把这三个人，第一，他们的名字讲出来了。其实他们的名字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作为犹太人，他本来有个名字，但是他到了这个巴比伦之后，这个太监就把三个不同的名字给他们然后呢，他就面对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你看这个经文，他们快要被丢到扔到这个火炉的里面了。然后他们也做了非常勇敢的一个宣告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我希望你知道这些人这些所讲的话所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原则都是跟你有关的，也是跟教会有关的我们今天是生活在黑暗的日子这黑暗的日子需要什么人呢？需要金钱的勇士。这黑暗的日子，你看我们今天这病毒就是非常黑暗我们不知道这病毒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看到现在研发的一些这些疫苗，我们希望有一个疫苗或是有不同的疫苗能够真的有用，把这个病毒能够除去全世界几千万人了就受感染了，死去的人也超过100万了在美国已经有这个17万多这个非常严重的日子。这瘟疫带来的，这病毒带来，应该这样说这病毒带来还有经济的这个非常的低落我们快要进到 depression 里面了你看我们还有教育的问题，孩子的问题，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我还听到一个报道，甚至连教会在这病毒的里面 也有好多牧师 离开教会了，这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么这个黑暗的日子里面跟我们有关啊，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大以理书 来学习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在这黑暗的日子里面需要什么人啊？需要的不是一些趁这个机会能够得到利益的人啊，这个需要的不是那些惧怕惶恐的人啊，这个需要的是一个金钱的人。我说他们需要不但是金钱，金钱有时候金钱可以只是内心，但是我们需要金钱的勇士，勇士他就敢于站出来。在这时候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主前605年，这尼布加尼撒就登基啊，成为这巴比伦的王帝。那么主前586年，这耶路撒冷被毁了。那其实这个尼布加尼撒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犹大不是第一次啊。那么现在到了586年，这是一个开始。这个之后就是呢，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同被带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啊，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愿尼布保护皇冠。尼布其实是当时候他们的巴比伦的一个神啊。那么尼布加尼撒这个人的名字，就王的名字，就是愿尼布这个神来保护他的王冠。王冠就是讲到他皇位啊，这个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啊，以色列人的国家社会都在黑暗的日子的当中，啊，虽然有些人被带到这巴比伦了，其实他们被带到巴比伦，他们这整个的民族把这迁徙，就离开原来的地方，这很可怜的，这又很可怜，啊，如果一个国家强盛，他不需要到别的国家去，是别的国家来你这里。要居留在这里，啊，来这里生活、做生意、工作，能够在这里就越来越兴化，啊，我们今天在美国也不是吗？我美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虽然他欠好多钱，啊，但好，整个世界好多人都愿意来到这里，啊，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我们愿意来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本来住的地方不够好，啊，虽然这个是不是真的对的很难说啊，你不一定来到这里就真的好了，啊，我以前的长老也这样讲，你来到美国还是有病的，你来到美国你的家庭还有出问题的，你来到美国还有死的，啊，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地方，啊，但是啊，你看这个当时代就是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陷到一个非常这个黑暗、危险的日子。今天我们也不见得是太好。啊，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第一个拉里亚，他就被改名叫沙德拉。啊，米沙利，他改名叫米沙，亚沙利亚，他的改名叫亚伯尼哥。你看这三个人原来的名字。是怎样呢？这原来的名字他们都是跟上帝有关的，一个是上帝已经宠爱他了，另外一个他就是上帝是怎样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上帝是怎样了吗？我希望我的儿子生下来长大，他就是能够像上帝的人，啊，他是这意思，这 很有意思的，啊，那第三个耶和华已经帮助，啊，所以这三个名字都是跟上帝有关的。我们生下男孩子，不是通常用一个我们觉得跟这个属灵的这个身份或者意义有关的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拉里亚就被改成是沙特拉，他就变成什么人呢？本来他是上帝宠爱的人，他现在是为国王效力的人，他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啊，米沙利，他被改名叫米沙，他变成国皇的客人。他是在这个从这个以色列被迁到这个巴比伦做客的啊。
都是跟国王有关。你看亚撒利亚就改名叫亚伯尼哥，就成为什么人呢？尼布的仆人啊，这是这个王啊，这个神的巴比伦的神的这个仆人。你看这三个人的名字的意思，都完完全全失去了他们原来的属灵的意义。啊，你可以想象，有一天你的孩子们，啊，他的生活，啊，他的名字他改了。变成一个跟上帝完全没关系的人，你是那么的痛心啊！但是这三个人是不得已的啊，他不能说我不能要这个名字，以后这巴比伦的臣仆用这个新的名字来叫你，你就要回应了。如果尼布甲尼撒王用这个名字来呼唤你，你更加要听的，所以他是不得已的。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这三个人有不同的心智，外表的名字是改变了，但是他们三个人他们的内心，他们的作为一个上帝仆人的原则，他们没有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我们看下去，我说这个金钱的勇气是什么？因为他们你看他们所行的，从第一章开始。啊，你就看到他们是敬畏倚靠上啊，对不起，漏了一个字，对不起，我的神，倚靠上帝的人啊，倚靠上帝的人。那么他是勇士，是什么勇士呢？他不是说他就去跟人打架打仗啊，把人打败下来，不是这意思啊。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这个勇士，不是这样看勇敢的啊。这个一个这样的勇气，真的勇气是什么？他是愿意不惜付上最高的代价，来持守他对上帝的信仰，来继续他对上帝敬畏的心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需要的人，其实也是今天的教会需要的人。如果你想，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啊，如果教会的里面的领袖每一个。我想我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勇士，教会就不一样了。我们到最后也会提到这个。我们 来看，那背景是什么呢？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脚，宽6脚，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讲，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律师、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叫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律师、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立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啊，这里有很高大的像，一个像。60脚，一脚就大概是大概半米嘛，啊，60脚，那么它有30米，非常大的，啊，那么这里说，那时权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存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这里是什么人呢？所有的人。各方各国是什么？因为他们打赢了好多的国家，把好多人带到巴比伦，这也包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的官员、法官等等，每一个人都下拜，这个非常严肃的时刻。我还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是中学三年级，我中学三年级到中国学五年级是读一个佛教学校的。在这些佛教学校，每一天开
进到学校就进到礼堂里面，进到 礼堂里面就要唱一个佛教的歌，我到现在还懂得唱，因为唱了太多了。我中学三年级以后信耶稣以后，我再进到学校，我在暑假的时候进这个信耶稣，我们中学四年级 我就回到 学校，暑假回来了，我们各个同学还一直这样唱这个歌，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再唱了，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内心里面很完全的平，很非常 silent， 快，很静，但是外面有好多的声音，外面的声音就是高举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讲，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向这金像下拜的时候，不要这三个人没有下拜，很可能的人太多了，谁没有下拜都没有看见，但是有些人看见，有些人看见都告诉这王，你说带进来的这三个人没有跪拜，你看看他们面对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我要跟这弟兄姐妹分享三点。今天第一个是绝对与上对的选择，绝对与上对的选择。我讲的绝对是什么？绝对是什么？上帝是绝对的，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上帝的荣耀是绝对的。但是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是双对的。现在尼布盖雷撒王要所做的，就是要把绝对变成双对，双对的变成绝对。我们看看这个但以理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讲的是什么？第一章尼布盖雷撒王处理上帝殿的器皿的手段，就是什么？把绝对的变成双对的。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盖雷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讲？谁把这犹大王这个打败了？谁把这些神殿中的器皿交付给这个巴比伦王呢？这里没有说是巴比伦王做的，是什么意思？这个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的许可，没有东西能够发生，所以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但是如果神容许巴比伦王抢了这个神殿中的器皿，那么他怎样处理呢？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么他怎么做呢？第二节下面说，他说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细拿地，受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尼布盖雷撒王来说，谁是神？谁是真神？谁是至高的神？就是他一直所敬拜的神，和他神的庙。那么他把犹大王，打败，他怎么看犹大王的神？他怎么看犹大王的神的这个神殿里的器皿？他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这些东西是需要来用来敬奉我的神的。他是这样看。所以尼布盖雷撒王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他把绝对的这些属于神的东西，神的荣耀，神所有的在圣殿里面有的，变成双对的。这变成双对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绝对的，他的上帝才是绝对的。这是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章，但是第二章马上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呢，尼布盖尼撒王做了一个梦。那么呢，上帝让他做这个梦，他这个梦的里面他看到什么？二章一节他就说，尼布盖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心里烦闷，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俗事。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叫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愿皇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啊，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房屋 必成为粪堆。这个人就太霸道了，对不对？他太不讲道理了啊，因为他是王啊，他自己的梦都忘记了啊，所以没有人能够解。这些人准备要死了啊。那我们那个啊到二十七节，大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他们讲的大以理，因为没有人跟解析，他们讲到一个大以理。大以理就回答了，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即是法术的，俗世官教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成有必有的事启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是显明奥秘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启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来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意念。你看这个大以理在上帝面前，在王面前非常谦卑，他本来就好像一个救主一样，把王的梦解释以后就救了所有的人，也满足了这个王，王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认为这个人太有能力。但是他怎么说，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啊，是为了你，是上帝给的。所以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啊，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那么这个就脚就粉碎了。啊，于是金银铜铁泥一同靠的就粉碎，成如夏天火墙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山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面来和梦里面那个像那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啊，他的一代不如一代，也说明是什么了？这个巴比伦还有尼布甲尼撒的王权不是永远的，不是永远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说什么？前面说第二章，上帝让尼布甲尼撒王知道，没有人为的事物或嫉妒。在上帝眼中有绝对的价值，是什么意思？是指到啊，他的王权，从他的王权来说，他的王权不是绝对的，不是最高的，啊，没。如从这里细想，啊，我们就知道，没有人为的事物或制度，在上帝眼中有绝对的价值，他们都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往下面去，啊。那么他就简单来说，他就说这个整个金像，从尼布甲尼撒王以下来的各其他的国家都要粉碎。这里上帝要另立一个国，所以但以理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结果必存到永远。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他出来之后，他就全天国进了，你有悔改啊，这个国另立的一个国，一直到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把这个国带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王权，上帝的皇权今天要改变这个世界。经过2000年的日子，从主耶稣来，他不断的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首先改变我们，啊，
改变教会，上帝的国要在我们当中掌权啊，这是以后的事了啊，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来到第三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不顾上帝的启示，就把巴比伦帝国和他自己的王权绝对化，且要通国的人下拜敬像。你看这三章圣经都有关系的。第一章，尼布甲尼撒王把绝对的变成双对的，上帝的那个王权，上帝所拥有的殿里的事情，变成是他尼布甲尼撒王神殿中的这个拥有的东西。上帝的王权绝的被上对化了。第二章，上帝告诉他，不是的，你的王权是有限的，啊，将来上帝要另立一个国，啊，但是他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好像没有听见，好像没有学到功课。有解经家甚至说，很可能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听了这个在梦里面的解析，就大以理给他解析这个梦，讲到他的王权不是绝对的，巴比伦有一天要崩溃的，他会死的，他要失去王权的。但是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要权力的人，他就在他有限的一生里面，他就把他的权力绝对化，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金像，那么高大的。啊，还不单只是造一个金像，他不是造一个金像来满足自己。如果他真的要满足自己，他必须要看见，他所统计底下的所有的人、平民百姓跟官长，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向这个金像下拜，就代表向他的下拜，这是来支持他的权柄。所以第三章做这个金像，可能就是一个对第二章的一个反动，还有加强第一章他把上帝绝对的权柄这个双对化，啊，这是这个意义。第三章，啊，所以这里各个的人，整个国家里的人啊，或者被掳到这里的人，他们都面对一个 decision， 一个抉择。他们面对一个绝对与双对的抉择，啊，人是需要面对一个这样抉择，啊，我这里一来，我们就值得思想，不要以为这个是过去的事情，啊，不要把这个只是成为过去的故事。如果你抓住这些原则。这里是讲到一个绝对与双对的选择，啊，今天的人就是把双对的变成绝对的。这意思是什么？他们把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没有看到上帝是最重要的。人不去问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宇宙万物最终的实在是什么？最终的实在，英语是什么 ？Ultimate reality 啊，这个语言我用过。最终的实在，他们认为最终的实在就是物质啊，这物质可以小到最小的一点啊，除了这个物质以外就没有什么了。那，啊，这是思想，这是神学，这就是哲学，最好的哲学。人要面对是最基本的选择，在整个宇宙万物最后的实在是什么？最终的实在是什么？是物质呢，还是什么？还是属灵的？属灵是什么？就是有灵的一个上帝，他才是最高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人把这个绝对变成双对的，双对变成绝对的，人一切的问题都来到这里。魔鬼试探夏娃，试探这个亚当，啊，就是给亚当夏娃给他一个挑战，啊，你能够成为上帝，能够知道善恶，你能够成为绝对的，上帝绝对的地位就被打下来了，人的堕落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人的历史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开始，啊，今天世界里面看到什么是重要的？
常常有三个名字常常提到 Money, Sex and Power， 钱财、性、权力、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为了赚得更多的钱、那么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甚至有些基督徒也变成世界。前几天来到教会是很好，很进钱，又回到他的工作的里面，做生意的里面，他就不择手段、甚至他们用什么，他就说钱财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那这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实践不是这样，钱财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这是广东话的人讲的。那现在没有钱万万不能，预期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拼命的去赚钱，不择手段。星期天应该去敬拜的，他也去做赚钱，对不对？sex 性，女性，男性的性情，上帝有绝对的标准，一男一女，上帝的有绝对的标准，丈夫爱妻子，妻子要爱你的丈夫，但是人在这社会的里面，他就失去了方向，好多人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那么他就抱了一个二来三来，那么另外的人回到美国，回到香港，回到台湾，还跟他妻子在一起，去到中国大陆，去到什么地方就有另外一个，他们不看重，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绝对，他们失去了上帝的律法里面所定的权利也是。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他就追求权利。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一个的经济学，读了半年，我读得不太好，但是我的老师是香港大学的一个毕业生，他第一堂课跟我讲的一个话是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说 ：“If you have money, you have power, and in this society, that's what counts。”他这个话是我完完全全的把它念出来，因为我把它记下来，不是因为我相信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有钱，你就有权利，在这个社会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人就是这样，人不知不觉寻求权利，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在工作岗位的里面没有权利，但来到教会他就需要权利，有这样的人，好多这样的。因为这个人对真理不明白，他们以为在教会里面能够满足他对深层的里面，对权力的这个欲望，我不要把绝对的变成相对的，把对基督的信仰算成相对化，我用了比喻好不好？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其实用了一个不合理的比喻，你想象一个民航飞机的这个机长，他开飞机，这个飞机的那个量度是用这个英尺，好像一个飞机飞到3万英尺，那么它要下降了，但是那个机长，这不是用英尺来思考，用公制用米来思考，你想象的米呢，一米有3.多英尺啊，像他用米来思考，不用英尺来思考，那么他在下降的时候，他以为还有什么？还有300米，但是没有300米，原来只310。那云雾非常大，当他看到的时候，原来他这个飞机撞毁了，是什么意思？我把绝对变成相对的。这个飞机是用英尺来衡量它的高度的，飞机场那个塔那个指挥的人也是用这个概念，但他不遵循，他用自己的思想，那么就带来非常大的祸害。这世界是有绝对的，甚至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即人今天的劳碌痛苦，好多时候就是我们把相对的变成绝对的。
啊，把绝对变成双对的，而基督徒更加面对这个试探。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试探啊，我们在世界里面有好多试探，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严肃的啊，从思想层次啊，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把绝对变成双对，我们把上帝放下来，把双对的变成绝对，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更重要的危险，我们的另外一个危险，这国家啊，双对的政权变成绝对的霸权的危险啊，这是正好发生在尼布盖利沙王所做的啊。请我们注意这个三章二节，尼布盖利沙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啊等等，还有这个什么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叫了来，为尼布盖利沙王所立的像形开光祭礼。这剑桥大学这个教授就提出，特别是个法官，在这也是在他们这个行开光祭礼的当中，他们也同样的向着镜像下拜。要讲什么啊？你看这里就是讲，他们都站立在这像的面前，他们要准备要下拜。我刚才讲到剑桥大学的那个教授John Landis 啊，非常好的学者。如果你是对这个信仰、对知识非常追求，你去 YouTube 上去看他，这个，他甚至能够批评这 Hopkins 啊，你就知道，啊，他不是搞神学的，他是一个数学的、哲学的啊，那个，那么他也写了一本这个但以理的书啊，叫 Against the Flow， 这反这个。这一楼而上，就反对这个桥楼，啊，不是跟随这个桥楼，啊，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就讲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啊，他就讲到这个国家双对的政权变成绝对的霸权的危险是什么呢？他说，你有没有注意读到这个但以理书这里，连这个法官也臣服在君王的底下。因为他们也上这个向下拜，啊，那么这些法官就失去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司法独立，这个重要的意义的，啊，这个王权跟法律结合起来，王就是最高的法律，法官也不可以判什么，这是集权国家一个特征，在历史上你就看到这是这个状况。啊，这就是这种，所以讲到绝对与双对的选择，除了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那个事情哈，我们什么 money sex and power， 我们有反思之外，我们也要面对这个。其实我们美国就是面对这个民族危机。作为一个牧师，我有教导我们来思考这些事情。啊，我们今天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总检察长就成为了效力总统的律师。你可以看见，你可以从 Mueller Report 里面，甚至最近的那个总统的那个顾问叫 Flynn， 啊 ，Michael Flynn， 啊，他本来已经承认了两个那个说谎的罪，那现在呢，这个总检察长说把这个控诉都把它打下来，不能再告了，啊，但是有人反对，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的法律的问题，连最高法院已经说我们不讲这个，你们的下面的你们再去讨论吧，啊，这还没有成，啊，这个总检察长是总统这个委派的，啊，这总检察长应该是在法律上最独立的，他应该不顾什么人，啊，另外一个，啊，我们的总统用权力一年多前。强行把非法移民的父母和子女分开。美国从来没有到一个那么黑暗的这个地步。我们常常讲这个，在全世界讲人权，但是我们把父母跟孩子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女儿、你的孩子，或者你刚刚出生的儿子或快点孙子？啊，这个总统要把你们分开。我恐怕如果只是一岁半岁的孩子到了现在已经不认得他的父母了，
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背后的这个 advisor the Miller 他说，如果我们用这些手段就能够恐吓这些这个非法的移民，让他们不要再来。也这个说明什么？不为达到目的，我们不择手段。我们基督徒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常常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道德上保守，我们只是为了一两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反对人的堕胎，不让人生下来，这是极大错误。但是我们没有思考，生下来的人，贫穷的人，这个移民，非法移民，他们的生命是需要我们关爱关顾的。如果我们的总检察长现在成为总统的这个律师，那么就失去司法跟这个行政的这个独立，应该分开的，没有。你得深层思考，深层思考，这对整个的美国的历史，我们美国历史一写上非常黑的一幕一一笔，还有美国历史的前途，我们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好多共和党人从来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美国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好多基督徒就是为了一两个原因，我们不顾这些东西，他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遇到一个基督徒，他说人都是有错的，所以总统都是有错不要紧，但是他能够维护我们的原则就好了，我们人我们的眼睛已经瞎了。Mike Pence 我们副总统有一次参加一个黑人的教会的崇拜，开始那个主任牧师黑人呢就欢迎他，那他来到讲道的时候，这个黑人的主任牧师他就不客气了，虽然这个副总统在他的会众的当中，他就指出这个我们的总统以出言指骂贫穷的非洲国家是不对的，我不能讲这个话，我不能重复他所讲的，好像这个黑人这个牧师他都说我不能讲这个脏话，我不能在这场合讲出来，也不适合一个基督徒讲出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说我不知道，那么等于说你对这个政治对社会的心了解的太小了，你还是盲目的去支持一个这样的人，这是美国的信仰。美国政治走到了非常腐败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分清楚绝对与相对的选择。而且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还听不下去，但是我不管你听不下去不听不下去，我作为牧师我要把真理讲出来，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即把真理表明出来，还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有一个共和党的非常好的一个州长 ，Ohio 的州长，如果他在竞选，我一定选他。叫 John Kasich， 他的两个女儿说，我的爸爸是非常敬虔的，我过去三年多我看他的言论，他所写的，他所讲的，我非常敬佩他。对吧？他就像一个什么人呢？他就像这个大米里这三个朋友。一个敬虔的勇士，在这个礼拜，过去的礼拜在 DNC 的大会就发言，在 DNC 的民主党国家的委员会，他们要提名一个委派，正式的委派一个候选人的，他就用 DNC。John Kasich 也来讲了，也来讲了，他是共和党的人，他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不能想象他能够他会来这里讲话，但是他不能不讲，他是少数的非常少数的共和党的一个州长，他说他是一个 Lincoln 的这个 Republican， 他说我们今天的总统把国家带到人与人种族与种族分裂的危险，他说这个不对的，他重新他在讲话里面提出一个有 humanity， 这有人性的国家和政府的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你没有看到，你知道
一整个世界的历史，我就是读历史的，如果从一百年前发展到一百年后，为什么带到今天一百年的地步，如果是不好的地步，就是从一百年前有些思想有些言论开始，思想是非常 powerful 的啊，一个总统的思想他表达过什么，他用过什么政策，就影响以后的一代。我们今天是面对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我们好多基督徒还看不见，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原则，为了堕胎，为了同性恋，这两个我都反对，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国家有好多事情要处理的，太多事情要处理的。基督徒要思考这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的未来啊，不要站在富人的一边啊。我们减去富人的税，减少富人的税啊，我们忘记了贫穷的人啊。我们讲到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种族，黑人的命同样的重要啊。我们甚至起来反对这一点啊，其实这里是反种族歧视，是我们应该站起来的啊。我们为了支持共和党，我们就反对这 Obamacare， 非常愚昧的。我从英国来，从欧洲来，他们一早就有了，这里没有，不是因为有 universal healthcare 就变成共产党，没有，他们这个就是关顾贫穷，关顾他有 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人啊，关顾有病的人啊。我们基督徒需要反霸权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行政这个司法的不能独立了啊，我们基督徒需要站起来爱护非法移民的父母跟他们儿童。我在这一点是我真的非常痛心，你想想一个孩子跟父母被强迫的分离了一年多两年，如果 Donald Trump 不下台还有另外四年，这孩子怎么成长？如果这是你的儿女，你要怎么思考？你没有思考那么严肃的问题，这非常严肃的。我们美国到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步啊，因为我要把绝对变成双对，双对变成绝对，你的基督徒没有声音。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我告诉你，现在 Christianity Today 一些的福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牧师都站出来，他说不然我们的下一代会唾弃基督教信仰，他们看我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不了解基督教信仰，因为这个基督教信仰跟耶稣的信仰已经离开了。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下着千千万万的贫穷的人。这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第二，属灵正直的代价， The price of spiritual integrity， 这三个勇士他们就是尼布盖利撒王问他们，你们不侍奉我的神吗？因为他们去不拜嘛，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嘛，是故意的吗？啊，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等等，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他强调是我的手，他甚至不去讲我的国家的权柄，他本人就是最高的权柄，啊！但是这个三个人起初不拜，那被人供出来了。现在王跟他们讲了，他们起初不拜，就是向这个王的权力发出最大的挑战。想象当时的情况，想象你就在千万人当中，只有你三个人站在这里不下拜。现在这个王再讲一句，我给你再一次机会。他说，所以他说，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如果听见声音还不拜，我就把你立即扔到这个烈火窑中。尼布盖利撒王给他们再次的机会，那他们都拒绝了。这是一个他们要属灵的政治，他们准备要面对这个代价。他们回答是什么？啊，撒德拉、米夏、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盖利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必然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
他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拯救，啊，完了也他也必就我们脱离你的手，刚才说我的手，也王说这他的神必救你脱离你的手。他们知道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尼布甘尼撒王的权柄是相对的，上帝的权柄是绝对的。甚至他们说计划不仁，完了，就是说，就是上帝不救我。他说：“哇，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是属灵的正直 ，spiritual integrity。他们相信上帝能拯救他们，对不对？但是他们也准备好，就是上帝不救，救他们脱离王的愤怒，他们也临死不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尼布甘尼撒王。”的价值观，他也有假定，假定什么？生命占有最高的价值啊！这是对这个平民百姓来说，他个人看什么，他才是最高价值。但他跟他们讲话，他背后也有假定，生命占有最高的价值。你为了保存生命，你的命，你就下拜啊！因为生命对你最重要，对不对？但这三个人有不一样的标准。生命不是有最高的价值，上帝才是最重级的价值。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没有，都一件一件失去，你最后不希望失去的是什么？最简单就是你的生命，除非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意义，就去自杀，这是另外一回事。人往往把生命放成是最高的价值，但是在这三个人的价值观里面不是这个，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一个反省，上帝才是最终极的价值。这包括什么？我们有病了，我们希望上帝把我治好，我们认为这个最高的价值。有些人因为上帝不把我治好，他就不相信上帝了，这个是什么选择？这选择是我的生命比上帝更重要，对不对？如果上帝不治好我的病，我就不相信上帝。那么他们还没有明白真的功课，在逼迫的当中，是吧？为了保存我的命，我不要上帝。这是背后一章。曼以理书第二章，我已经讲过，尼布甘尼撒人做了个梦，是上帝告诉他，他的皇权是有限的。就理论上，那现在呢？他看到什么？啊，原来现在他看见在这三个人面前，他能够行使的王权也是有限的。他以为没有人敢去反对他，因为每个人都认为生命才是最高的。但是三个人说不是，这是我死，这是上帝不听我祷告，上帝不听我让你杀害我，我也不怕我的死。这是属灵正直的代价，他们就准备了。那么这个王呢，就甚至下令把这个火炉烧得比平常更加七倍，啊，甚至把这些人，把这三个人抬进去的人，他们已首先被烧死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王的愤怒心那么厉害，他用这个更强烈的火，啊，来对付这三个。啊，向他的权力权柄挑战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他们在内心里面，他对上帝的这火更加猛烈，他里面的火，他是 on fire， 他里面更火热，他不怕外面的火，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扔进里面的时候。这个尼布甘尼撒王就很惊奇，因为什么？他们看见还有第四个人，相貌好像神子，这些神是复数的 ，a son of gods， 这是这个他们多神论里面的一个思维啊，但是不是有好多个在里面，只有一个，这个人是谁呢？啊，那个解经家就可以有好多发挥了，就说这个可以是上帝的儿子。在旧约里面的显现，啊，这是一个可能性。
但这个因为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今天重点是什么？上帝拯救了他们。我们不再讲这个。第三个，最后，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在这三章，在这《江圣经》里面，也有它的很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在这里你看到，人必须要经过进到火炉里面的抉择，是什么意思？我们面对的灾难，面对的疾病，面对的危难，我们不想进去，我们就希望上帝马上回答我的祈求，对不对？我们不希望进到里面，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往往不是这样，往往不是这样。虽然有好多事情，我们根本不需要进到灾难的里面，上帝就拯救我们，这很好，感谢上帝。但是人生的操练是什么？好多时候你必须要先做一个抉择。我不怕，我进到火炉里面，我看上帝的能不能够救我。我相信上帝能够救我，但是如果他不救我，我也宁可死啊！这个决定，这样的心智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心智。上帝的拯救不是使得他们不需要进到火炉里面，上帝的拯救是要他们进到火炉的里面，能够在这个当中可以把它拯救出来。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上帝是伟大的拯救者，是什么？是什么？他能够拯救，当然他能够。不过，他要我们先做选择上帝的决定。这三个人，这个伟大的近前的勇士，面对尼布甲雷撒王给他第二次机会，他们需要做的决定，就是你不拜，你就被扔到里面，火里面。你拜，你就没事了。但他们就做一个决定：我们不拜你的像，我敬拜上帝。我进到火里面，上帝会救我；上帝不救我也不要紧，我可以死。上帝要我们做的是几个决定。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好多这个决定？好多决定不是啊，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就上帝只是我一个答案，我就是了。你必须要做决定。上帝要我们灵里面刚强，他要我先做这个抉择。那个小孩子，他小的时候父母都为他安排，对不对？都为他安排。他长大以后，他要自己做决定。上帝跟我们都是。如果你刚刚信主，上帝什么祷告都听你的，很好，感谢上帝。但好多时候，上帝让你在这个抉择的当中。马丁路德在这个 Diet of Worms 里面，乌牧师的会议下，有罗马神圣王帝叫他来，有红衣主教们都来，所有大官都来，这是1517年他发起的这宗教改革，他写了95条来反对这个我们一般所说的赎罪券，这个不应该是赎罪券，是一个大赦券，而先你不讲，在这个会议里面，他要有神圣罗马皇帝要他放弃自己从圣经而来的议论的立场，要 recount 的时候，你看下当时是什么？你面对整个的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制度，还有神圣罗马皇帝，这个国家里面最高的权力，你都站在他面前了，你要做这个决定，马丁路德不愿意去否定自己过去所讲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刚才所讲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路德的这个油画，他站在中间这里，站在这里，那么他也站在王帝的面前，他说这个是我的立场，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第一这不对的，第二我不能违背圣经。如果你说我要错，请你从圣经里面指出我有什么地错，不然你们的言论是没用的。这是一个近前的勇士，在历史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些。我们用另外的例子，其实这里不是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怎么过的？你要小心看，他们的脚必须先踏下去，海水才分开。
在历史里面，在个人历史里面，包括我自己，我多次经历，上帝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祈求，没有垂听我，他没有按我所求的成就，他不要紧。我的主耶稣就是，他面对在克西玛丽园面对十字架，他自己要做一个决定，那么他祷告，他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是要我们学习上帝或者上帝旨意是最高的价值，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才是最高的价值。使徒保罗怎么说？他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分开的分离之后，他说：“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旨意，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今天教会软弱，个人上面软弱。好多时候就是在这里。你说为什么我不祷告呢？为什么我祷告那么软弱呢？为什么好像没有能力呢？可能有种种的原因，但是也有基本的原因。你是不是选择上帝？好多时候在这世界上，我们要这个东西，要那个东西，我唯一不要的就是上帝。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看国家或者个人生命，今天我们面对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选择上帝，还是不选择上帝，这就是你的生命的转捩点。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时间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三点。绝对与上帝的选择，属灵正直的代价，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是什么？比如说你还没有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他就救你。好多时候上帝要我们经过进到火炉里的经验，我们做了抉择，我们才看到上帝的拯救。或者上帝拯救我，我感谢上帝。或者在这火炉里上帝不拯救我，我也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总是在他的手中，愿神能够进鼓励我们，我们来祷告。谢谢亲爱的主，求你用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的灵魂，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你的里面。我们选择的是上帝，我们站在你的那一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拜偶像，不拜我们身边的偶像。也不拜有国家的偶像，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基督徒有正直的这个品格。我们仰望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阿门。好，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好，我们感谢牧师的信息，愿我们都可以做敬虔的勇士。现在我们做我们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救恩、平安与喜乐。求主大大祝福我们的教会，在各项事工的推行上，都能蒙你的应允。我们也再次向主祈求，帮助我们做好金钱的管家，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钱财、机会或者才能，都是从你而来。求主祝福我们的奉献，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下面请牧师祝祷。我们领受主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现在到了汇报的时间。首先真是欢迎大家也是这是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好，今天这个主日崇拜之后呢，我们仍旧是有主日学，从11:45开始，我们有四堂。第二点呢，关于回教会进行主日崇拜我们现在继续推迟具体的事宜呢，要看这个 COVID 的情况而定。第三点我们现在呢有讨论，就是要回到Camino Raymond 这个 site 来聚会。具体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停止租赁 SRPC 的这个场地，就是停止租赁以前我们聚会的这个场地。现在在展开在教会里的会众中呢展开调查，我们已经收到了50多份的这个回复。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回复的话，我们也想听到你的回复。具体呢就是说你可以看看 email 有一个连接，到那里面呢你只要填一下你是否赞同或者是不赞同，或者是有别的意见。好，谢谢。单亲团契呢已经开始这个恢复了有关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和雅仙姐妹联系。第五是网上的装备，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有通过网络呢可以就是说也可以进行这个自我的装备，特别是在神学方面的装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可以来丰富自己。本月呢我们为希腊姐妹为在中国的宣教工作祷告，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她。也同时呢也请主位为这个我们教会中身体软弱及病痛的肢体祷告，我们特别请大家纪念守燕弟兄，他由于父亲刚刚过世，现在只是在回台湾的这个旅途中，请大家纪念他。同时呢也请大家为我们这个疫情祷告，也为我们这个周围的山火进行祷告，盼望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本周我们为以下的这个家庭个人做守望祷告，我们为王汉辉、李烈，为王忠言、谭新红一家，为胡恒、王胜利、Tara 祷告。好，关于教会的这个奉献与赞助，请大家到我们这个教会的主页里面主页区可以通过这么多的方式奉献和赞助。好，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们默祷散会。